早上不是坐我的车去吗？我没有。哦，你坐比我早一班？没有，我说我从天津往牛工坐的，不是坐这个车。那边打机的20块，知道吧？我叫他可以去上车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给2块钱小费。你这里面就是说，就是10块钱打机。